有兴趣。我们是生活中的热学。我们是百的物理。我们是百的物理。所以你们是目前就是刚才歌。对，我们才刚出来。对，我们正要去讲解。那有去其他摊位晃晃吗？还没。他在讲解给我们听。啊、我打断你们了吗？没有。我们讲完了。讲完了。OK， 那这样子下来有什么感觉吗？就跟上课比起来。就是比较有趣啊，对，可以做很多东西，对，可以动手做，更实际，然后看到东西比较直接，好玩，好玩，好玩，非常好玩，因为我们这也是那个这一组是热血，就要吸热，对对对 okay, 对对对，四个，我觉得就是把课本上面的东西，然后结合到生活上，然后再让这些知识。就是知识，然后再传递给市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好官方，那我可以好官方啊！哇，我可以下一个人吗？太官方了，下一个人。友情就在这一刻，来。可以加速了呢。今天参加活动有什么感想吗？不要害羞，你完全旁边都空了。比较生活化吧，觉得变成就是你学习可以更轻松，因为变实验不再只是书面的那些死的东西了。我是在那个璀璨的筑波那边，因为课本它是你就只有它上面画的图嘛，图的话你就其实不太了解它要表达什么东西。可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绳子，有一个铁片，你可以去做实验，你会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它的节点。播那些东西都很清楚的看见。欢迎啊！来来来！哦，我在立体视觉。只是每个人视觉的本身都是很好啊，就是透过红蓝眼镜可以看到很多立体的东西。因为平常物理都是学一些数字上的东西，然后这个是可以透过一些实体的东西去看去学物理，我觉得这样就会有另一种方面的感受，这样。今天有跟就是市民玩玩吗？有啊，就是还有问到好像很大的人物的人，就听说好像问到一个局长。对啊，你帮局长上了物理课。对啊。今天参加这活动有什么感想吗？好不好玩？好玩啊，还不错。好啊，你玩了什么？都玩过啊。都玩过，你每一摊都玩过。是啊。那你在哪一摊？啊？你在选哪一摊？还是我们来谈啊？对话。你们说是哪一摊？欧文枪。欧文枪。OK， 好，不错。对。介绍一下。这是原本你就很知道的原理吗？还是你后来今天就是听那个大学学长接这样子，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好像没有哎，好像就是跟网络上就查得到啊。哦，网络上就查到，所以你本来就知道这些资讯了。哦，就有些知道而已，不是全部都知道。Okay. 对。OK， 好，那跟市民的互动呢，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都吗？还蛮亲切的，对。还蛮亲切的。各位汉子，请问今天玩的如何呢？很开心啊。今天是哪一组？我今天是生活中的热血。那这样子，你们学的东西以前是知道的吗？还是今天是不同的演绎方式？更进阶，就是跟之前比，就是更进阶，而且懂得更多。OK， 对。那你们目前就是有跟就是市民们搭讪一下吗？有。啊，好不好玩？好玩啊，而且市民都很热情。这样子啊？有啊，对啊，很热情啊，因为他都去骚扰别人。我哪有？就一开始都不太会讲，可是越讲越会，然后就越来越熟悉这样。对，而且就是可以互相就是讲不同的物理，然后就可以知道更多的东西，然后就很开心。不会压力太大，他们都很赞。就来看看。来看看，平常对物理也是有兴趣的吗？还好。OK， 好。就看看。OK，就是、到处看看。哦，所以你没有报名的，就看着同学们。对。很好，非常好。还、啊、有没有对哪一个摊位印象特别深刻，特别喜欢？都还好，都还好，都还好。对，你平常自己比较有兴趣的是什么东西？其实没有哎、欸。对。好，
你是什么？是手机的。手机？对，就是手机的物理这样。所以就是本身对这个也很有兴趣。对，因为基本上有在小研究手机跟电脑，就好奇想要，因为想要性能好一点之类的，就会深入研究这样。有研究 root 过，然后也有像电脑就是显卡啊、CPU 这种的，对。OK， 就自己组。对对对对。优秀。谢谢。立体视觉。立体视觉，那你觉得好玩吗？很好玩。那你们摊位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对，你今天有去逛其他摊位吗？有，就是那个电磁波的，因为那个我自己也做过，然后把它放到笼子盖住，就会整个突然变成杂讯。我还是觉得这个很棒。印象最深刻是哪一组？就是那个电浆雪的那一组。电浆雪为什么喜欢这个？因为我觉得他们解释得很清楚，然后还有就是觉得很新奇，觉得对物理的应用层面感觉到一种很广泛的感觉。最喜欢的，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哪一组？耳温枪那一组。因为那个是有观测到黑体辐射啊，之前有学黑体辐射相关的东西啊，就对那个也蛮有兴趣的。OK， 了解。那可以帮我解释一下黑体辐射？它就是有点，因为那个耳温枪嘛，它是把那个耳朵当成是一个黑体，然后就是黑体辐射，就是它会把想象成一个密闭空间，然后开一个小洞，然后一个光线照进去之后，就是不容易会出来。对。那你觉得这样子今天参加的活动跟在学校学有什么差别吗？就是可以额外学到更多，而且又可以就是帮自己的台风就是变得更稳健。你们有在视频去解说过吗？有。那觉得怎么样？这第一次很紧张，后面还蛮好玩的。后面蛮好玩的 ，OK。那跟我们平常学到的东西就有什么差别吗？比较贴近生活。可以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讲解的内容。你们今天有个别去逛就是互相的组吗？有。交流一下。那你们有没有各自觉得哪一个是特别印象深刻的？我觉得还是坐门禁那一组啊，而且我们的旅棒真的很蛮好玩的，大家都会那个吧，手机的那个，大家都会有一个很像 VR 的，啊，你们要转，可以用，很像，啊，转也可以，小朋友很喜欢。VR 的是那个那边的那一组，那个这边，手机的，了解。那你们为什么会喜欢各自的组？就是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组？因为那个最近很红啊，最近很红哦，对啊，3D 这件事情。OK， 了解。那你们呢？为什么？因为声音很有趣啊，就那个摩擦就有声音，然后很多人就会，为什么？你们是有偷装麦克风没有？这不止一个这样问，你那个摩擦手指不会痛吗？我没有抹那个粉啊，松香粉。OK。很荣幸今天，那你们是一次就上手吗？对，七月。你看没有？我是他没有。漏气，然后大家就是做实验会比较有趣。OK， 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是真的有趣。对。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朋友们都很挺你？没有，都损友。都什么？损友。损友，真的。对。那你要不要现在再跟他们告白一下？就是你们真的是损友。没有，不要，已经撤心了。撤心了，哇，那怎么办？礼拜一还要上课呢。我要去自由班了。有没有什么想要道别的话？没有，因为没什么感情基础。没什么感情哦，哇，难怪刚才一开始要抓交替就找你哦，惨呢。我觉得我们的最有趣。你们的游戏机的那个最有趣。很多人提到那一个摊位，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有趣？因为就可以学习到我们基本上玩游戏是怎么玩到的，还有一些就是按钮方式是从什么原理得到的。我是电浆物理组的。电浆物理。啊，你们其他就是朋友们，哈，他们真的都不是朋友。是啊，这个交怪。那你有没有去别的摊位玩一玩？有啊，就是他的摊位。就是他的摊位。对啊，他的摊位是丢球的那个。丢球的。对啊，对啊。丢棒球的那一个。对对对。OK， 了解。那你们这样子整圈逛下来，有没有觉得哪一个特别好玩？就这个啊，因为这个会飘，这个会就是。
样子就很好玩吗？没有啊，就是可以跟别人讲解那个电的原理，就是会倒过来的，对吧？因为这是实作啊，课本就是纸本的，然后这是实作，可以参与到实验，可以比较了解到。你在哪一种这么好呢？我在魔力棒球。棒球啊，那你觉得目前最好玩的是哪一个？当然是魔力棒球啊。为什么？因为我以前不知道棒球是怎么转，可是经过刚那边的学长教导之后，才知道就是棒球是这么转的，就是怎么转。OK， 所以就是他会教你怎么转。对。OK。然后我们再去教同学，就是利用球转的时候，顺流跟逆流的压力不一样，来控制球的转向以及它的上升幅度什么的，这样。了解。好，那你觉得这个跟平常上课有什么差别？可以就是更多演示的内容，然后可以确确实实的看到它是怎么去，就是它怎么在生活上应用的，然后而不是看书本上死板板的这样。我今天是在调马机的。调马机。对。OK， 那你今天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哪一组的，就是内容或者是什么？是最深刻的吗？有一组是讲到牛顿的那个，就是球，就是它会动量守恒，因为刚好跟现在算是物理上到的课程就是有相关，对，然后所以就觉得说。只、就是真的有一种物理在生活上得到印证的感觉，对。所以就是今天这样子的活动跟平常在上课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就是因为题目通常都只会说什么力呀、之类的，对。虽然老师会不断举例，但是有时候真的就会沦为是一种数学上的测验或计算。那所以说今天就可以有一种就是可以知道说物理在生活上到底运用到什么样的地步，甚至是对未来产生期待这样子。对。哦，因为我是学校老师，我本身刚好是教物理科的啊，所以我觉得来到这边参观，然后带着学生过来，我觉得这些生活上的物理的东西跟生活上的贴合度其实都很高，然后也让我们在看到就是说物理真的在生活上是到处都是物理啊，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是很棒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学生他们参与的，你先，你是哪一组？就是我们是那个生活电磁学，就是我没有想到说那么多事情真的都跟物理有关，然后以前我们也没有做过实验，然后第一次可以自己亲手操作，然后还可以教民众，这样子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真的觉得物理是一个很贴生活的一个科目。OK， 所以你们两个都是那一组。对。对啊，你们有去逛别摊吗？有。有没有哪一摊今天印象最深刻的？角动量吧。为什么？因为以前都只有看过书本上面写的那个，但是没有实际操作上面的不太清楚，然后所以刚才就去操作了一下，发现它变快了，就是说起来之后变快了，这。就是有虽然原本就知道，但是实际操作下来会比较惊讶这样子。我在那个力学的。力学的 ，OK。为什么大家都会说采访你特别重要？可能我特别帅吧。啊，所以是班草的概念吗？我是校草。校草。啊，等级是校不是班。对。OK， 有数据佐证吗？就有多少女生不可能被你？可能十个里面有九个会跟我告白。我觉得。那个角动量那组的那个实验蛮好玩的。OK， 那校草祝福你今天可以得到它。好。最右边那个，你加油一点。好，我会加油。这个一定要自己去追求的。好。对，不同组，只是同校的。那个游戏机，我觉得那个游戏机真的很帅，手上就随便就可以那个拿着那个枪，对啊，就很酷啦，越来越先进了，算是更生活化的那个主题了。对，就是比起像。书本上面那个石板的那个，这个比较贴近生活，而且更有趣。我们这还是三，还是一样，就李组对不对？二三。李组是二吗？李组。对。好玩吗？好玩，好玩。你是哪两组？我们是，我们是游戏机的物理。游戏机的物理。我们是绚丽的筑波。OK。璀璨。不好意思，是谁？他选轩尼。轩尼。好。那你们目前觉得就是这个跟你们平常在课堂学到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吗？一样啊。一样。对啊，不一样。因为课堂学只有在课本，然后
来这里就是真的做实验，就真的体验到了，就跟很多市民互动啊，就是蛮开心的来。平常没有机会跟这么多市民互动，啊、你这个地方、啊、那互动就是有点难以言喻。小朋友比较热情，就是比较体验，然后哦，答非所问啊。来，请问花花在哪一组呢？生活中的电磁学。生活中的电磁学，那这个跟你平常在上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自己动手去做。觉得哪一组印象比较深刻？生活中的热学。热学，哎，为什么？他们用那个针筒，然后去改变气压，改变水的蒸发沸腾。都是以前可能知道，但是没有实际看过的。对。你觉得那个人是今天也是男人吗？对。你这首歌很熟了吗？很熟，他是主，他今年是主唱，我已经唱很多遍了。我昨天晚上一直想到他。去年是另外一个人啊，我也是算代唱者啊，对对。对这首歌有特别的感觉。今年的哇，第二次参加，觉得很蛮怀念去年的那个、第一次参加的那个啊，对吧、啊？变成重新竟然变成老屁股了，就换我们带领，就是把这个活动传承下去了，对、啊。就当年的小大一的、啊。哎，当年小大一、啊。对、okay. 大一是大二以上都是自由报名的 啊，我觉得这个活动还蛮有意义的，我就会能有空来我就尽量来啊，对对对，我觉得现在高中的物理比较缺乏就是实际面的操作，对，所以像很多像比方说筑波概念，可能就是课本上修一张图，然后修搭配老师讲解，然后你可能就要懂，就要考试，不够具体，对，不够具体，对啊。那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教授办这个活动，可以让你具体的知道哦，原来课本上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可以怎样应用在那些就是器材去讲解，然后你实际操作后，你就会对那个主题更有概念，对。就是很多小朋友会比较喜欢我们这一组，因为我们是就是他们对声音会比较有兴趣啊，对对。对，我们因为我们主题是声音，所以就比较平易近人一点。那个名称啊，对，哎呀，你们两组都声音吗？没有没有，他不是，他是他的话是那个保健物理，就是关于我们用物理的方式对我们人体健康做一些检查，对啊，我现在是奇妙的力学，就管你的力学的东西，对。我们在高雄已经12年了，12年了，对啊对啊对啊，我们在高雄。今年第十二年，2018是第十二年了，对对对。那目前搬到现在有什么想法吗？我们走在时代的尖端，对，我们越来越觉得，然后我们是走在时代的尖端，对，然后各地的老师们、同学们，还有教育局啦，嘿，都很欢迎我们。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介绍一个新的学习方式给这个社会，给教育界，给学校，给同学们。哎，那这个新的学习的方式是对的。哎，我们是走在时代的尖端的。今天活动到目前有什么感觉吗？很热烈，对啊，很成功。到目前已经是很成功了，我们可以看得到广场四周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到说每一个主题每一个实验都有很多的民众，很多的学生，我真的有看到民众来，我有看到民众带着小朋友来，那我也有看到年长的民众也会对这个很有兴趣，是科学是在我们生活中的，对，好好，没问题，谢谢教授，谢谢。